嘿，大家，我今天呢要来圆梦，就是我本人呢之前一直说我很想要染很浅色的头发，可能像金发或像利特之前就是去年染的那种有点像白金偏白色那种头发，但是呢由于我完全没有漂过发，我有点紧张，所以呢我就想说先来试戴看看假发，就是不要染，先来戴假发看我究竟适不适合。然后今天要来试戴这三组，来 try try 看。但老实说，这个，等一下，他自己调，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长发公主还是什么之类的？啊，我知道了啦，这有点像那个。就是一支棒子，然后就是灰灰。现在戴一下发网好了，光戴发网这件事好像就有点丑了，就是应该先躲起来。发网灰灰，戴起来感觉是怎么样？发网是这样戴吗？我干嘛呀？这是啥？台风优格包青天，这有点像展昭哎，怎么会这样子？那首先呢，我们先不要戴金色好了，因为金色是我个人很想要戴的颜色。先来戴一个跟我的发色比较相近的这个，因为呢，我本人呢其实也很想要剪短头发，你知道剪短发这种东西需要有，等一下我这颗头在面跟你们讲这些阿萨布鲁的，我就觉得很奇怪。等一下，你们知道吗？剪短发需要勇气，所以我们就先来戴试戴看看这一颗，这个是短发，然后有点微卷的感觉，虽然说不敢剪，但是呢戴总可以吧？这边是正面，还可以吧？海格吗？欸，我觉得好像还 好像不太行欸，怎么会这样？有吗，米娜桑？我这样看起来有适合剪短发吗？嗨，尹正说侧面看很时尚，所以大家等我一下，帮我放一个慢动作，直接 Q 我。My heart goes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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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不错吧，有种，这假发，我觉得侧面看还蛮好看的，因为我的头发其实很细，我是细软发，所以呢，我很难得头发可以有这种蓬度，因为其实我去夹卷啊，发胶也要上非常多才会有这种蓬度。对，这可以塞耳后吗？好像可以，好像不行。哦，拍照起来是好看的，果然我就是百搭款。好，我们来换一顶好了。下一个我们来戴这个，我究竟戴起来，哦，等一下我不要这磕头，我往上一点，有点出镜。究竟我戴起来是怎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顶的长相是长怎样。哦，这顶也是短发，不错吧？有一点点中分的感觉。等一下。就是等一下哦，这是什么？我看起来功课很好哎，你是不是不擦？嗯，其实是不错，大家有觉得不错吗？还是我应该把这里放起来？大家这样看完有支持我染头发吗？好冷漠，怎么讲怎么样？这样，塞耳后的侧面，可是塞耳后的侧面会露出。其实我觉得不难看，只是就是发型的问题。Hello everybody， 大家支持我染这颜色的头发吗？或者是剪这个？如果不支持没关系，我们还有长发，短发不适合。我们还有 baby。这个是长这样，这个感觉好像最符合我想要的那个利特吧。这样我要吃个苹果啊，
白雪公主吃苹果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哎，其实我觉得近拍好像还可以。这样看是不是有变白？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穿白色衣服嘛，如果我染这颜色，我就可以穿黑色衣服了，对不对，米娜桑？走，这好像戴帽子，等我，我戴一下帽子。来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戴帽子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一点。哦、很可以耶，有没有？有没有？俊的那个什么 ？Dancer 对不对？快点，快点看一下我，不错吧？说不错，大家有支持我染这颜色的头发，我不大家都离席，是不是应该也要买一顶粉红色的假发？好像也是蛮适合的。好了，其实这支影片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漂发，然后染一个很跳痛的颜色，因为我黑发其实非常的久了，所以我一直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去漂头发。可是你知道，就是完全没有漂过，一漂之后，我又看到就是之前那个始源就说他漂发，然后头皮很痛，所以我就有点紧张，所以我想说先戴假发来试试看。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换发型，然后我就想说。短发感觉很酒量非常好，跳舞也非常厉害。哎，你们觉得我适合有刘海吗？我刚看了一下，好像有刘海，看起来比较年轻。OK 吧？我怕大家忘记我原本发型是长这样。哎，大家有没有人生中很想要染的发色，然后可是就很纠结，家人不能接受，或是自己很想染但又不敢染的发色啊？因为我想要染粉红色，又想要染白金发。因为粉红色假发，我之前有拍过那个。电玩的那个平面的时候有戴过，然后我个人觉得戴起来其实蛮好看的。然后金色白金发就是之前看利特蓝，然后又加上以前动漫啊，他们都会是那种发色，就会很想试试看。好啦，大概就是这样，各位，拜拜。